这一次来东京旅游，为了小铁道迷，铁道博物馆是我们的重点行程。我们在 JR 大宫站下车后，转搭 New Shuttle 到铁道博物馆。不免俗的，我们一起目送电车离开。在进入铁道博物馆之前，先来个开胃菜。周边的小展区缓缓带你进入迷人的铁道世界。一张张光荣退役的车牌叙述着一段段的回忆。小铁道迷还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宝藏可以挖，这里有多大。看到后面那台车吗？他要走了哦！哇，下雪！哇，他要把雪铲走了吗？前面好酷！前面都有雪，对不对？他回来了，回家了。OK。现在爬上去呢，这样子好大哎，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哦，哇，而且很多开关，你在开心开心吗？刚刚你看这驾驶室的后面，其实我们在好高的地方。为什么座椅是在下面？因为这样才看得比较远啊。后面是新干线哎。我看到新干线的车头哎，在后面啊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控制台吗？这边操作，这边操作，好，先首先前进。爸爸加速比较慢，可以快一点吗？好，推到底。要很快，超快。加速。像洗衣机啊。你像洗衣机？就是火车，你现在说它是洗衣机，我的天哪！刚刚，离家超不好。再塞一次吧。一次拉到底。停住了 ，Yes， 好玩。等它停下来到站。真的、啊？那到站了吗？要等一分钟。等一分钟啊！到喽！出发！看到下面了。你有看到蒸汽火车的轮子吗？好大的轮子哦！
嘟嘟。走吗？懂了，铁头功。下一次他要走了，他轮子在转吗？耶、yeah, ！到达终点，这有成功哎，这个就有成功。为什么这个有成功？因为这个就是正确的形状，它就可以成。嗨，来喽！怎样？好玩吗？嗯。要踢着，用力。OK， 好放了。他说其他他的直流电可以给其他的车发电啊，你看加速，这个车就有电了。到站了，增强，给我一个敬礼吧，敬礼 ，OK。C57蒸汽火车360度旋转秀开始。这个旋转秀是这个展区的重头戏，不过我们听不懂日文，没关系，感受一下气氛了。在不同时代背景交织下，铁道系统的变迁、产业史的进化，使铁道博物馆也是历史博物馆。